喜欢他哪里啊？嗯，那么多优点，怪不得要嫁给他。34岁名模英琦，23日就要嫁给身家10亿的台中高明金基总经理张诗玉。婚礼倒数，面子要过啊！苹果先在东区捕获野生准新娘，以蒙面侠造型亮相，身上则背着价值30万的爱马仕包围。他和阿波及一名小女孩来到李静良整形外科诊所报道。经咱们一查，英琦和妈妈做的是魔方电波除皱疗程，医疗合计40万元，全都是由阿娜达买单啦。除了进场维修，英琦也顺道送上喜帖给阿良哦。是他很务实，他愿意为了我偶尔让他做这个的时候。英琦喜悦藏不住呢，周六在台中的婚礼将席开20桌，主要宴请男方亲友。体贴的张诗玉还包下好友经营的台中日月千禧酒店数层楼房间，安排英琦亲友住宿，并订下该酒店总统套房，在晚宴后办新婚派对。娱乐动新闻要一起变美美哟，报道。